哎，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要教咱什么头食补嘞？要教咱什么头食补？是。要教咱安怎切西瓜啦？哦。有籽甲切到变无籽安尼啦。真厉害！变哪来来？观众朋友讲解。咱首先哦，最主要西瓜爱烧油啊。嗯，这是烧油啊哈。啊，咱今天用烧油做示范。最主要是安怎，你知？嘿。经济西瓜的时阵一定要注意这地头吼。嘿。愈细条愈过水吼，内底肉又愈油。哦、是啊是啊，按老师有籽的时阵，也含钙量也会较少啦。哦，所以这个地头要比较小一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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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你即马甲看吼，咱即马看这个纹路吼，这个深绿跟浅绿，这个中间，它越密的越好。如果它开放的很大的吼，内底会足色的。啊，足色的不是讲唔好，但你咧切的时阵，加减内底肉会开屏啦，会憋灰啦。哦，对啦，有当我买西瓜吼，啊，未曾切咧，就先啪啦啦就开起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哎，就足色的啊，吼。啊来，咱即摆吼，咱看要安怎切的来吼，咱首先吼，跟地头切掉。地头先切掉吼，来，我即摆针对着，我即摆先切一半吼。一般咱切西瓜嘛是拢对半开嘛，对不？对半开，我即摆切的时阵来针对着吼，咱即个只乌色的只，是乌色的只，就是拢。籽的迄个纹路吼，嘟嘟好拢伫只乌爪的。真啊假？我嘛唔知，咱试看卖嘛。好啊。好啊，来吼。啊，伫只乌爪内底哦，来，咱先做一个试验吼，咱做两个动作啦吼。来，我来，等下对只开开。是不是拢伫只内底只？诶。啊，对不？啊，其实你煮遐济这条西瓜，我不爱吃。哎呦，不爱吃好，我紧，我紧来，来来来，啊，你即马目睭开开，我赶快煮几条安尼来吼，那边安怎个拄好开，你知不？来，我即马只底下个写好掉吼，好会较好徛嘞，哎，好，咱再过来做一个试验吼。我头拄好是针对了这乌线，这个切到煮到底下。来，咱即马我切一下吼，来，咱试看麦啊，来。白线。哎，咱即马伫乌线边啊遐，咱个聊看麦啊嘞。哎呦，你看这水啊，都籽都无去啊，啊籽都是掉伫咧这边啊。嘿，对啊，啊所以你甲看，咱即摆咱切的是这个白薯，甲是毋是拢无籽？我用笔给你看，这正刚拢无籽呢，还哪呢？对啊，我呢都唔知。哦，所以讲有当时啊吼，其实西瓜拢有籽啦，因为咱若去买着讲迄个无籽的西瓜吼，哎，就讲无籽，但是迄较袂芳。对吧？吼，我足好奇的。对啊，对啊，足好奇的啊。所以我想要试看卖一块。好啊，看我你看我即马我切这块嘛是无籽，哇、哦，有无？这嘛是无籽啊。好啦，啊你来试看卖啊来。哎，观众朋友你有看无？这阿吉生吼，就是在绿色、深绿跟深绿的中间这块。对哦，这块就让和红叶吃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即马甲注意看来，咱即马看这个皮的部分。是。白皮的部分就是内底。这个你针对着这个所在，咱哦切这个所在，像内底的肉就是无籽的。真尔神奇！好来，啊你来试看卖。哇，真水耶！来，这边啦，这边啦，这边来。好来，啊我先叫我下姐徛起来，你看好。好。啊好来，好来。安尼。哎对。好来，哎安尼对对对对对，好来。观众朋友，今麦要开始变魔术了，如何切五指西瓜？虽然这边。哎，介个小幼稚嘞，小幼稚嘞，哦，这是贵时阵啊，其实有交代小幼稚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好来。咱今嘛搁切一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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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敢正讲是无籽的西瓜吗？当然。哎呦，那安尼较歹，我互你切个籽哦。无籽哦，它有籽的孔孔，但是没有籽，因为伊的籽拢伫咧这边。哇，实在是足赞的呢，哇！观众朋友在会记哦，阿基生的头食补，配补就是讲深色跟深色中间浅色一条吼，拢是无籽。所以切时阵呢，一定要避开深色的。阿基生，你讲安尼对无？对，完全正确。好，观众朋友，这年好的头食补，咱一定爱学起来。最后来谢谢阿基生，多谢阿基生。